特曼打一相声演员，谁呀？打死了啊！说，还是动体啊？绵羊，说呀，完了，你打什么呀？打谜面，打谜面啊！你说个谜底，我给你编谜面。啊、我坐火车关杯，疾驰而过，道旁有懂识别，我拿眼一扫，夸记下来了。这碑文是昌平，昌平。他刚才走了，啊，张北草原啊，对呀、啊，草原有羊啊，啊，我站那一看，哇！一眼一瞧、嗯、都是黑都是白，当时认出来了，都是黑都是白的，全是白的没有黑的，全是白的没有黑的，一眼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见，知道吗？叫龟兔赛跑，王八当裁判，你说谁赢了？你赢了，你赢了。